节嘛，啊，很快乐的日子。那母啊，各位，那我们第一首哦，我们先唱一首我们原住民的生日快乐歌哦，原住民的生日快乐歌给各位母各位听到听啊。好啊，应该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啦，好，我们就先唱给你们，那预备开始了哦，卢一婷。他们有一点奶辣了齁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那个主语歌谣，就是之前我们有练过的齁。来，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，哦，前面一点，在后面只有蚂蚁听得到，哦，来前面一点，男生也上来，哦，不要奶辣齁，大方一点，怎么办？啊，喂，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语歌谣，我们一共练了大概四首。之前我们联合年纪，因为穿越联合年纪的时候，我们有录一些哈，哦。好，来预备，你过去一点，嗯，集中点，好。谢谢，谢谢。出来一点，出来一点，哇，哦。对。前面对，我们去吃面，去吃面啊！来啦！第二句，阿布啊，咿呀那呀，呼嗨呀，哎呀哟呀，呼嗨呀，不听的啦。
结束哈，谢谢。准备吃啊！